你以为是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明天回巴黎，来看一看你。哦，明天一路平安。不给我倒杯水啊？这杯子都碎了，怎么也不扔了它呀？你别动，啊，给我。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，是为了我今天看到的女孩吧？玩鹰的，别被鹰啄了眼。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，如果这次不是玩呢？哼！哎呀，你换女朋友的速度，比我公司换模特还快。那些女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，这该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，索性就别问。我也懒得问。不过，我还是提醒你一句，别像你爸那样。你那么不喜欢我爸，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？因为你像我，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走我走过的弯路。你这个年龄，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，到时候和你爸一样，老了一事无成。嫂，嫂，哎，一梅，今天又送来了，你留着吧。好嘞，谢谢一梅。等会儿给你点杯咖啡。好 不喜欢我听的话，手机为什么关机？没关机，换号了。新号码告诉我。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就这么点力气？来接我女朋友下班，走了。门啊！我又没钥匙。谁说的？喂，
以后你自己开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这个房间的女主人了。你不怕我趁你不在的时候还来烦你一次啊？对你没有任何意思。有件事要宣布，我有男朋友了。哪种男朋友啊？就你们当年那种呗。啊，那个什么，我妹啊，这次洗心革面了，她是认真的，以后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骚扰她了。做什么的？多大了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工作的时候认识的，我们项目组 team leader。 哦，那人我见过，长得还行，就比我差那么一丢丢。比你帅多了好吗？有照片吗？嗯，有。哎，拿来看看，赶紧的。哎，我看看，哎呦，抱得这么紧，哪儿拍的呀？不错，一表人才。是啊。什么一表人才？就一个奶油小生。哎，这颧骨有点高啊。脾气是不是不好啊？脾气可好了。哦，也戴了个眼镜儿。哎，行了，你嘴里吐不出什么好的。嗯，什么时候领家来，让我们看看。领家来啊？对啊。那我可约了啊。约。好。你早就知道啊？我也没早知道，我是有一天我回来碰上他们俩了，碰上。那碰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我，妈。您还挺开明啊。正经谈恋爱得支持啊。嗯，支持。You have new mail.Ma petite belle, le retour s'est bien passé? 如果问上个月从北京回来，那很顺利。
但如果问刚刚从比利时回来 塞贝尼夫勒， 正好赶上铁路工人大罢工。你从北京走都是上个月的事儿了，都这么久了。你说吧，有事儿吗？我收到公司的 offer 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什么职位？半年前我内部自荐，申请的是市场部的副总监。一直都没有消息，我以为是我的资历不够，我竞争不过那些欧洲的同事，没想到今天突然收到 offer 了。这不奇怪，法国人不就这工作效率吗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和你分享一下，我继续工作了，拜拜。恭喜你啊，儿子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？你闺女是谈恋爱，又不是杀人放火。是不是杀人放火？可那姓周的事情你忘了？那事不赖他，他沾上毛比猴都精。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。你对咱们的基因有点信心好不好？长大了，不好玩了。还是小的时候好，跟个小动物似的，喂饱了就开心，没那么多破事儿要担心。要担心也明天担心啊，赶紧睡吧。人还没见着，别老盘算的怎么教训人家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呀？我们也是从小动物长成饲养员的。我们刚好那阵儿，我爸给实验室每个解剖的小动物啊，起的都是你的名字。